到时候他们想外面有很多劳团抗议，今天还是送出委员会，这个要看委员会的进度啊。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过劳死的状况，产业界劳工有没有发生过劳死的状况，这个我们统计数字上的那个过劳应该是劳保这边的规定，但是在我们的过劳的认定上面是另外有一个认定标准，所以的确实物上的确有过劳死的状况，这个是这个部分我们很难在一时之间跟大家解释哈。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他因为过度劳累而申请劳保。那您认同昨天资方代表提到说过劳死的劳工是身体本来就有问题之说法吗？当然这样的说法大家可能他讲的时候可能是只有一些啦哈。那我们劳工朋友的确很辛苦，我很感谢大家哈，谢谢。那还是坚持要放宽期休息吗？这样会有连续上班12天。今天我们大家会来讨论逐条，谢谢。部长，公听会只开一天够吗？这我们尊重立法院，谢谢。劳团不断喊要你下台，谢谢。你会觉得压力很大。谢谢谢谢，哎，我们要开会了，好不好？谢谢谢谢，好不好？谢谢。再跟您交代，谢谢，一定要过关这个重点。谢谢谢谢，这是立法院，我们尊重立法院，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是看我们整个都尊重立法院的启程哈，谢谢谢谢。条文还有修改的可能。谢谢，我们今天会讨论，我们今天讨论好不好？这是立法院了哈，这是立法院的权责，谢谢大家，谢谢。嗯，那开会了哈，好。